新北市妇联清溪社会关怀协会的姐姐们聚在一起，就是特别热闹，大家感情好的像妈吉。趁着庆生会，大家聚在一起为寿星庆生，看中姐姐们的高人气，新视播有线电视与新北市议员邱凤瑶合作，也来做社区服务，教姐姐们 DIY 手工花束，感受幸福快乐的氛围。这个 DIY 做这个花又很漂亮，哇，好棒好棒！因为大家都很热心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对呀、啊。而今天大家都很喜欢，对呀、啊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请问谁可以申请？公用频道的推广，让民众的频道权益知识更普及。姐姐们的回应也特别热烈。新视播关怀社区，与地区民众一同成长，共同创造社区的美好回忆。漂不漂亮？中嘉新闻吴佩珊综合报道。